台东县165年度杰出演艺团队颁奖暨联合展演活动，9月4号下午在艺文中心演艺厅办理。103年成立的台东回响乐团由郭振兴、庄雅环独奏，和乐团共同演出巴哈双小提琴协奏曲。天空舞姬带来点燃烛光与勇气两支舞马，鼓舞人心，正向积极，让过去一切成为养分，有力量的影响未来。小团体话剧社以趣味的多人相声传达台东人对于故乡家园的深厚情感。水晶林民族舞蹈团的小鬼当家和女孩舞出孩子们的心境。入选第14届台新艺术奖的楚音文化艺术团歌咏大地生生不息。台东剧团生动地演绎出那些旅行的事。这些杰出的演艺团队长期推动地方艺文，优质演出滋润人心，丰富台东的文化生活。台东所在综合报道。